这么胆小？你是怎么追到我的呀？那一天，请问可以请您帮个忙吗？是你第一天上班。我叫赵希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像我这样的人，看到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的心都会跳得好快，所以从那刻起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想和她在一起，哪怕只有一天。这一天确实很棒，可只求一天又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我明天就全忘了呢。但我会永远记得。喜欢上你，是我这一辈子做过最危险的事。但是我还是想说 ，Will you marry me？ 那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男人，你会觉得他不够深，个子也不够高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。